有些人离开了之后才发现，离开的人是自己的阻碍。因为我明白，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。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，看见一座山，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。我想告诉他，可能翻过山后面，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，回头看，会觉得这边更好。但是他不会相信，自己不试试，是不会甘心的。一切看见山，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。